我是剖腹生产后的妈咪，然后加上我本身是护理师的工作，长期久站，有时候走动的时候就会开始漏尿，或是大笑的时候也会漏尿，这样子让我觉得非常的困扰。于是乎我就上网爬文了一下可以改善漏尿的一些运动或者是一些做法，但我发现好像我即便做了凯格斯运动，每天花个一个两个小时做，还是无法改善我漏尿的状况。哇，这种方便又轻松的治疗真的很舒适，比起手术呢或自己做运动实在是好太多了。听另外一位小姐说还可以搭配私密处的雷射跟电波，效果会更好。可是不知道男生可不可以做这个骨盆肌底的治疗呢？可以的哦，男生啊如果盆底肌群肌肉松弛的话，也会造成漏尿或是性功能障碍的问题哦，所以当然可以透过骨盆仪来改善，这样和老公的房事也可以更幸福啊。